我觉得每一个医院老师教不多也多而喘息性感叫的意思。感冒，所以对，再叫，对，再叫，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对未来的规划呢？啊，我对未来就是想说产生了大众误会的。でも体のチェックをしないと、やっぱりしっかりした体じゃないと会社支えられないですよね。这样不行，这样会把事情将来搞大，而且这样会把我搞晕。そうですね。大きな問題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ね。Hey, welcome, welcome, 波多野结大归响。女神女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哇，好感动哦！我们高中上学时的女神在眼前呢。私はベーグルです。我的希望 ，thank you。今天就是一个整人计划，那整这个酷炫的爸爸华山呐，已经到一把岁数，想给他来点刺激的，看他顶不顶得住。再没玩下去，时间也差不多了。哎，爸好。今天怎么有空回来？我说找爸爸聊一下。好啊。工作的事情，没事，爸爸做。就想说，好像很久没有跟爸爸聊一下工作的事情，因为公司现在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刚好跟朋友聊到，他们公司是可以投资，之后公司原本的人事上，我可以不用有太大的变动。如果避免要把公司跟频道关起来的话，我会想要跟他们聊看看，让他们购买公司的股权，或是把公司卖给他们。那要看条件啊，而且合伙的生意不好做。其实也很犹豫啦，因为就是是不是把公司卖掉，可以换取比较多的自由的时间。我叫不赞成。但因为我觉得对方还算诚恳，然后因为他们在日本发展的也不错，还是我们还约。就是这个周末，然后可以去听一下。来了，听听看可以了，但是真的不能轻易答应了。那爸爸，我们就约大概周末吧，时间可以。好 ，OK。刚我爸突然讲话变得很认真，我有点吓到，因为很久没有拍准我爸了，所以他应该没有发现。很多人都说很喜欢以前买跑车给我的那支影片，所以舅舅整他一次，希望他心脏不会爆开。整我团员的爸爸，等到他中风为止。血液需要循环呐，这样呢？还是有些问题要问了，这两位哪位比较卡扣？哎，可以とこ見せてほしいです。Dancing。啊，这个。あ、カトン、こう、卓球の基礎。あ、すごい。マイチェン、シドリ。お、お、お、お。两个谁？两动漫才会出现。でも私たちオタクなので、アニメも漫画も大好きで。全開。流行全開。流行全開。你们最近看的一部动漫是什么？呪術廻戦。呪術廻戦。大好き五条先生。優待、大大大好き。トチ、トチ。ああ、どう。トチ、トチ。一起在干嘛？是人形断断断混战混战混战。那接下来教你们一些台语好了。I still is 花爱丽，我爱你，我爱你，好标准哦。还有个中文，怎样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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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听到怎样呢，那你们就讲怎样呢回去。来就来就，来听怎样呢？怎样呢 ？Yeah，let's go。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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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个是我之前有提过的日方代表，他们现在是在日本经营短影音，在台湾现在有一间公司。两位的代表，一个叫做 Home， 然后一个叫做 Suzuki。对啊，还好，你们好，你好。他们其实在日本也是非常知名的艺人跟网红，他们算是特别来台湾，看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更深入的。但细节我觉得还是请他们跟你说。今あの YouTuber とか YouTube って厳しい感じなんですかね。あとチャンネル登録とかってあのどういう感じですか。那样呢，这样怎么样呢？就这样，是有比较平稳，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但是平稳，爸爸是不是平稳？平稳的意思就是说，怎样在业界里面比较平均的。我还是说呀，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短影音，所以说 YouTube 流量会急速下滑，也是希望我们公司可以有合作，因为我知道你们在短影音上面拍的都非常好，所以才来聊一下。对，我觉得每一个艺人老师叫不多也多而喘息性感叫了一声，所以对，再叫，对，再叫，对。所以我觉得说对未来的规划呢，我对未来就是想说，希望可以跟你们合作。对，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计划还要签更多的。
未来将来因为要收购的问题哈，我想要了解一些细节，因为这个问题将来就比较重大。因为将来要收购，那我们要了解将来贵公司哈的财报，然后跟我们合在一起，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相乘的效果？这个部分是我们想要了解。OK， 老师，现在让大波一跟波多野一直看着爸爸，妩媚的眼神看着爸爸。因为我补充一下，爸爸说的，他就是想比较想要听的，就是一加一要怎么样大于二。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公司能提供相对的资源，那占一定的趴数，对我们来说会比较便宜。现在就是要讲我们这个后面白板的规划，然后请大龟想还有波多野解释一下这规划，越胡乱越好，越夸张越好。では今後の計画を弊社の方から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好，欢迎。目標は一年で69億売り上げます。那目标的话，我们是一年营业额69亿。69亿会不会太多？そんなことありません。もう絶対69億売り上げますの。台湾的市场比较饱和，我怕达不到。もちろんでございます。波多野说：“所以你问这个问题，你是觉得你没用没料吗？”今69億売り上げれるんですかって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なた方の会社はそれほど能力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ね。讲中文说没用没料。没用没料。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听好了。台湾で最大のマネジメント会社を目標にします。那第二点就是成为台湾最大的网红经纪公司。嗯，没问题。そして三つ目、東京ドームや世界ツアーでコンサート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那第三点就是光蛋，就是我们东京巨蛋啊世界巡回演唱会。我可以去世界巡回啊！可是我想问一下，代表真的听过我们的歌吗？ちょっと聞い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けど、どんな感じですかね？对不起。我们都太激动了，对不起。没有没了。はい、あ、次、じゃあ、本田の方から。はい、では、後半を私が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目標の一つで、孫さんのデビュー計画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のタレントのエグザイルをイメージしたようなデビューの、計画を立てています。那第四点就是孙生的造星计划，成为放浪兄弟的师弟放松兄弟。对，叫大辉想讲中文，放松兄弟。放松兄弟。等一下，你这规划这放松兄弟是什么意思？はい、その意味はですね、リラックスをして毎日お酒を飲んだり自由に遊びまくるという意味です。放松兄弟当然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放松，然后每天喝酒玩乐。什么团体？他公司每天都很放松喝酒，那这样的话对未来是加分的吗？就是叫大龟想讲一段公司一定会成长的，这边讲一下，那最后讲気持ち。あとはですね、デビューの計画とかもいろいろ考えて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そちらも考えていただけたらと思います。気持ち。那当然，这我们有刚刚有提到的几个目标，我们又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努力，也希望说借由贵公司的收购这样的案子呢，我们也可以往前进一步的来做舒服。你这个说法怎样？我是觉得有一点怪。那请下怎样？下一个计划是什么？那第五个就是培根出演《乌龙派出所》真人版电影，进军好莱坞。这样不错，这是我们理想中希望能够进军国际。ちょっと似ているというか。とても合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那因为培根长得比较丑，所以呢，我就觉得他蛮适合演这个乌龙派出所的主角。私は、ハリウッドも、視野に十分入れております。那好莱坞的部分的话，我们一定都会进去。OK， 老师，你就让大龟想说，只要你们努力，你们一定可以。然后你自己再说，这都是中文，为什么要我翻译？很累。こちらの5つの目標を立てましたが、ちょっと難しいと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努力すれば報われます。那以上这五点呢，虽然看起来可能比较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如果努力的话，一定是可以达成的。但是上面都是中文，为什么需要我翻译啊？蛮累的。では総責任者の方以外はちょっと別室に行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これから総責任者の方と詳しく会議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我没办法一起听哦，就是我怕爸爸。そうですね、大事な話なので。
OK， 老师现在叫大龟翔还有波多野走到叔叔旁边，在耳边说怎样呢？要把外套脱掉。那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咯，那请总负责人要听我们两位的代表的话。哦，好。暑いですよね。少ないですか？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哦，这样我不习惯，因为我今天是来谈事情的。総責任者の体つきと健康チェックしてるだけですから。这样不行，因为我今天是来做事情的，但我老婆现在就在外面，这样会产生很大的误会的。でも体のチェックをしないと、やっぱりしっかりした体じゃないと会社支えられないですよね。这样不行。这样会把事情将来搞大，而且这样会把我搞晕。そうですね。大きな問題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ね。搞大搞晕。我要问啊，我们去救他，真的。抓到华山，抓到。怎样呢？搞大怎样呢？小文，哎，小文。哎，你们是干什么啊？啊，你不是在医院吗？出院很久了，说怎么了？皮带松松。今天来开会的。开会怎么整？衣衫不整。因为觉得呢，玩着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觉得呢，就今天有一点怪怪的。你们忽然之间要叫我来，然后两个漂亮的小姐姐要跟我谈，怎样呢？就是公司卖给他的事情。他们两个怎样又在我的旁边，然后怎样呢？就摸我这里，摸我这里，害我一不小心自己拉开。老板，有没有认出两位是谁的？我真的不认识他。怎么可能不认识？真的吗？你仔细看。我不知道啊，他们是我们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的女神啊，波多野结衣跟大龟翔啊。啊，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是台湾的第一某名字。然后大龟翔觉得，看到他我好像觉得看到我一个孙女，她是流水日的，然后非常的漂亮。会不会是同一位？哦，没有。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两位说？今天我看到他们，对不对？那我感觉说这样呢，他们现在转型很成功，是个很棒的艺人。在选举吗？对啊。哇，赢到最后啊！那个，我准备回家了，你不要回来了。能喜欢台湾男生吗？私たち彼氏いないので、彼氏を探しにも来ました。那你遇到孙生了？快给掉！重复，重复，楽しい。やれやれ。